看一下 M 镜，把它下来，是这个收藏不用管它，只有咱们标清的，标清的一个这样前后的距离是多少，把它量一下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设置成我们标清的这个距离，加紧按 OK 就可以了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就都不用动它了，直接按 M 键退出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